从进团的时候一直想跟一个人跳夜店。你不知道吗？你是什么哈士者？哎，你知道是谁了？你是什么中心哈士者？为什么叫中心啊？就觉得你一直眼睛看着我呗。好多桥段，好多的浪漫，好多人心酸，好聚好散，好多天都看不完。刚才吻了你一下，你也喜欢对吗？不然怎么一直牵我的手不放？不要那么脆弱，就是不要玻璃心。我是希望你能开开心心的，我也希望就是我们大家都能一起开开心心。慢慢喜欢你，慢慢的亲你，慢慢聊自己，慢慢和你走在一起，慢慢我想配合你，慢慢把我给你，慢慢喜欢你，慢慢的回忆，慢慢的陪你，慢慢的老去。为什么这么熟练呢？我就是要保密的。执子之手，照亮我心底。绝对不能让他跟别人亲近。起床，慢慢喜欢你，慢慢的亲你，慢慢聊自己，慢慢和你走在一起，慢慢我想配合你，慢慢把我给你，慢慢喜欢你，慢慢的回忆，慢慢的陪你，慢慢的老去。变成男人还愿意跟他交往吗？